这个的话会便宜5块。我们有多那个多收服务费5块钱。民众自备环保杯到台南这间雷饮店买饮料，原本以为可以少算5块钱，但店员说要多收5元的服务费。有卫生的问题，对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品质啊，对啊。哦，所以你们会清洗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会对。哦，店员以自备环保杯需要冲洗，所以要多收一笔服务费。但一来一往，环保杯便宜5块，又要多收5元清洁费，这根本没有折扣。我们会自己拿杯子，还要再加收5块，加这5块钱。有点不好啦，但是店家可能有成本上的考量嘛。饮料店多收5元虽然有公告，但环保局介入了解。稽查的结果，确认店家在自备环保杯的部分呢是有给予5块的优惠，那也没有额外收取服务费。那为了让这样子的情况不再发生，后续对于各品牌的饮料店，我们都会去加强稽查。那已经改成5元了。啊，你已经改成省五元了。你之前说有要什么处理费啊？你知不知道这回事？不知道这个。被投诉店家事后取消洗杯子多收5元服务，也贴出了大大自备环保杯可以省5块。而总公司也澄清，公司内部政策并没有要多收，是加盟店个人的行为。雷饮店多收服务费的规定引起争议，事后已经取消，也因此民众自备环保杯还是可以折5块。三立网邵雨虹、淑珠台南报道。